最难吃，你一辈子不会再去买，然后朋友要买，你说不要，你想一想，是这个啊，好难吃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我是翔翔，我本身呢是非常喜欢去逛全联的。然后这次我二月初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我去逛全联，我赫然发现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几个字？它叫做限定，我们波卡有限定的口味，而且是非常台湾的哦。总共有三个是限定的口味，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限定的口味好不好吃。我们邀请到的就是讲话非常公正公开，然后常常被带去吃美食的 Lilian， 所以它的口味呢就是非常的独到。就依序从轻的口味吃到重的，然后首先我们要吃的这个口味超浓 cheese， 它这边是有一点橘橘的感觉，它浓的程度闻起来就是有一点 blue cheese 的味道，偏臭。但是我觉得它味道没有很重。你那这个你是给予正面的评价吗？就是我觉得 OK， 还可以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要进行到老娘真的非常想要吃这个叫做油葱肉燥，是不是很神秘？而且它的那个图案呢、啊，很台湾味，就是夜市的感觉。怎样？装牛肉啊？女生打不坏。我以后拍影片要请一个男生来帮我。油葱，怎么办？我对它没有很期待嘞。它上面有一些很像黑胡椒粒的东西。嗯，好吃。好吃。好油葱哦。它很像那个很红的那个泡面统一肉燥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好吃。对，它就是统一肉燥，这个不错，因为它很香，嗯，然后你吃的时候你是可以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的那种，对，一口接着一口，因为它很香，但不会到浓郁的腻，没错，很香，很台式的口味，这个、可以，这个可以。第三个呢，也是我们季节限定的，这个是咸酥鸡。我为什么会想要拍这个影片呢？就是因为我大力的跟那个 Lilian 说，我在全联的那个波哈看到一些季节限量版的，像是咸酥鸡的口味。然后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说谎？对。接下来还有红豆饼的口味，还有车轮饼。那有这么多口味啊？香吗？哎呀，什么味道？我觉得很像一种东西，它会放在咖啡上。给你猜两个字。对，对不对？肉桂，还是肉桂味啊？肉桂的味道哎，哪是咸酥鸡啊？然后上面很像有一些像小小的胡椒粒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肉桂啊。它还有一个味道，什么味道？八角味。对，它其实应该是八角味。好浓的肉桂跟八角哦，根本就不是咸酥鸡啊。是八角对吧？完全是八角，一点都没有咸酥鸡的感觉，一点点都没有。那厂商一定是误会。好 ，OK， 对对，好，这个呢就是也是季节限量版的，它是沙沙酱，沙沙酱，沙沙酱，看起来就是很意式，很美味。哎呦，这个讨厌吃蔬菜的人一闻到就会想要大吐，因为它很像，就是青椒味啊。对，它很像青椒，是青椒、红椒啊，什么椒什么椒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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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也是那种类似橘色的那种成分，就是那种沙沙酱的感觉。但是本身害怕青椒的话，就会很害怕这个口味，对，因为它真的就是满满的青椒味。哇，天哪，目前吃起来都蛮令人蛮失望。我待可以让你认购，可以让你带回去。现在这个呢，就是不是季节限量版的，但我没有吃过，它叫做炭烤 BBQ 口味，好像蛮好吃的感觉。真的吗？是啊。哦。好猪肋排哦，它是有一点灰灰的，如何如何？这个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吃咸咸的东西，但是偏甜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。我觉得它就是咸味中又带一点点炒灰搭的感觉。原味怎么办啊？它这些特别口味怎么都比一般的原味还要难吃啊？因为这些口味啊，特殊归特殊，但是呢，就盖掉所有马铃薯的香味。好，这个呢是。蒜味串串薯口味洋芋，好长哦！我的意思，蒜味串串薯口味洋芋片，串串薯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快点菜吃吃看，吃吃看。我们今天最后的口味，希望它可以就是让我开心一点点。好，先闻一下，没什么特别的风味，然后上面有一些白色像头皮屑的粉。哦，
对，就很像原味加一点点大蒜跟一点点 cheese 粉，一点点微量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嗯，这个还不错哎。Lily， 以你的话，这六款都已经吃过了嘛？你现在到超商，你要自己花钱再购买，可以复选，你会购买哪几罐？这一罐我可以，这一罐我也可以。好，我把票投给 cheese 跟串串薯，我觉得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本身就很爱 cheese 啊，所以 cheese 的臭我是觉得香的。然后串串薯有一点点的，它是你可以一直吃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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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吃的口味。他们两个我可以，我们统一投一个一票，最难吃，你一辈子不会再去买。然后朋友要买，你说不要，你想一想，是这个啊，好难吃哦，那个八角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这个我很看好它哎。我原本也还在想说咸酥鸡，因为咸酥鸡的味道其实真的非常的复杂。对。哎。其实咸酥鸡它为什么不干脆用九层塔？呀呀呀！它为什么要用个八角？对呀、啊，八角跟咸酥鸡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好的，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有三个隐藏版的。季节限量版的口味波卡，然后我们分享的我们的口味的感觉。那假如你有喜欢想要 try 一下，也可以自己去购买，然后不要留言跟我说你想要，因为我不会帮你们代购，好不好？然后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追踪、加分享，还没有订阅的不要记得加订阅。那我们今天谢谢莉莉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